队长是谁呢？赵文卓先生这样子，对，赵先生，赵大哥，选队长的先决条件一定是他想要当队长。对，我要当队长，我可以，没问题。队长特质是义，义气的义，兄弟情非常重要。所以放在第一位的是团队作战，自律。而我心中最自律的其实是赵文卓。自律，你要早起早睡，你要吃要注意啊，你就不会太多的夜生活。中医来讲嘛，你的内脏就不会有问题，你的心脑血管就不会有问题。那这样的话，你才会自强，从身体到你内在，你都会强。请您发表您的队长宣言。我是我们这个队的队长。还明显呢。之所以成为队长，是因为我想当队长。